我的工作平时见顾客都是 by appointment， 所以我很容易把我的时间安排妥当，而且每一天都可以抽出空闲的时间来陪我的家人。如果今天我没有在保险行业，我就会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这让我更加没有时间陪家人。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工作能够让我同时兼顾家庭与事业。加入保险行业之后，我不会因为工作而缺席孩子的成长，每天我都会听到孩子分享学校生活的点滴，我也能参加孩子学校的活动，在老公生意上我也能提供有价值的意见。我庆幸今天的我不是一个家庭主妇，而是能够与社会接触、不断学习以及成长的保险代理员。孩子、老公是我事业上最大的动力，我会因为他们继续为我的人生打拼。我相信我们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。妈咪，我们爱你。